下，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实在是雾气太大了，所以我们的电稍早前拍摄到的画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要面对着多重的困难，首当其冲的进行的最后一项安全保障工程，大不了的。但是工人们对它进行一个最后的安装，需要多长时间呢？一共要安空恐惧的一个克服。在125层楼以上，把脚踩在宽度只有直径2.5公分的这样的一层，但是手和脚之间的距离只有30公分的高度，意味着是。的压力的。啊，记住每一位施工者的面孔，他们为这个项目付出了4年，而明天将是他们。